大家好，我是阿乐。我们正在做一个有关台湾夜市的桌游。我想把自己觉得很特别的台湾文化介绍给所有人。在台湾要去哪里玩，所以要吃什么好吃，夜市绝对是最标准的答案。我记如果大家可以感受到夜市的热闹，还有小吃的美味，甚至外国人也可以学会这么点菜，是最棒的。我们真的考虑了很多，还有什么能做的，像是食谱也是一个很贴心的想法。对于东南亚的朋友，可能因为宗教的因素，他不吃猪肉或牛肉，食谱就是一个他们了解台湾食材的一个管道。桌游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，常常听到他们的疑问就是：这个游戏会不会很复杂？这个规则我一定搞不懂。所以我们想把夜市人生定位成大人小孩，甚至是不懂中文的外国人，不管是谁都能够非常容易玩的游戏。如果有机会把这套游戏宣传到国际上的桌游展，相信对台湾的观光宣传都是很有意义的。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台湾文化推广到全世界，让这个游戏成为一个代表台湾的伴手礼。谢谢大家耐心看完这个影片， Merci beaucoup，多谢。